善知识，大家晚上好。请放掌。我们接着来学习韩家集。今天要讲的这段接着前天讲到，自己从来杜撰主意，尽请放舍。这个杜撰就是虚构，自己虚构的编造的一个主意，这个主意就是指见解、主张、观点。那么自己的这些见解、观点呢，没有事实或者经典作为根据，这就属于杜撰。在我们呢修行人中啊，也常常有这样的过失，自己的意见呢很强，而这个意见呢并没有足够的根据。譬如你认为某个观点正确，别人要反驳你的时候，自己就不能够虚心的听取意见，而反而要努力的为自己辩驳。那因为找不到足够的根据，理论或事实的根据，于是就编造，这就属于杜撰，这是增强我执，不肯放下面子。这些都是我们修道的障碍，要尽情的放舍。修行最重要啊，就是放下我执我见的，心地寂静调柔，不要有很强的主观意识，要学着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甚至别人说我们的过失，我们都欢喜接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绝不会为自己的面子问题去所谓据理力争，甚至执着歪理，死不认错，死不肯悔改，那这怎么能救呢？下面一句，软缓习气，尽情打扫干净。什么是软缓习气？而是属于很软的，自己感觉到这种习气
挺舒服，不肯去啊断这种习气。譬如名闻利养的贪着啊，这种习气你会感觉到很舒服啊。当你有名闻利养啊，你心里就觉得很愉快。可是这种习气腐蚀能力很强，它会让你慢慢的退失道心。那这对于名和利两种执着呢，顿根的人执着利养，利根的人呢执着名闻好名所谓清高之士他呢对利养可能不执着了，但是非常执着于自己的名誉容不得名誉有半点损伤宁可牺牲性命也要保全他的名声。那这种人呢，在世间人来看呢，还是很有骨气的还是很高尚的一个人。但是实际上呢，他还是有贪着，就是贪名而贪着名的人呢，往往会以此为荣感觉到自己很有一种气节，很有这个骨气。那么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因为自己执着于自己的高尚，往往就忽略了对人慈悲所以会出现什么状况呢？得理不饶人这是一种情况不给人台阶下让别人难堪呢，而使自己名誉得到保全，不能够受得了屈辱，这些也是修行人的障碍，还是我执作祟。那要怎么样对治呢？要修忍辱这个中国人呢有一句话讲，士可杀不可辱这就是喜好名节之事。您可以杀了他，但是呢让他受屈辱他是不能接受的。那佛法呢于是强调要忍辱，连辱都能忍呢，那还有什么不能忍呢？所以叫忍辱。其实忍呢，忍的是很多的，不光是忍辱忍苦、忍累、忍饥、忍寒等等都要忍，
但是呢，独独要强调忍辱，因为辱对于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来讲，啊，是最难忍的。啊，讲求自己的体面、名节，啊，那这种情况也是会障碍自己的提升，啊，障住你的慈悲和智慧。那这些习气啊，要把它扫除干净，因为它会毁掉你的功德。啊，功德是什么呢？戒定慧。啊，持戒有功，得定是德。修定有功，开智慧是德。假如名闻利养放不下，啊，纵然你能持戒，那个持戒呢，顶多得人天果报，不能让你了生死出三界。你说实在，你也很难得定。啊，开智慧就更不用谈了。下面一句说：“梦幻生命，尽行攀得抛得。”梦幻生命讲得好啊，我们这个色身性命就是在梦中。似有非有啊，啊，当体即空啊，梦境，你说有还是没有呢？啊，当然梦境是有，因为你确实看到了梦境的这些情景啊，包括你梦中的身体也是有啊，但是这是梦嘛。既然是梦，哪里是真的呢？哪里实有呢？啊，所以非有是假的，但也不能说无，所以是非无，非有非无，亦有亦无，啊，所以离四句绝百非。实相就是这样的。这一切的境界都是虚妄，都是梦幻。啊，那懂得这个道理了，就是看破。看破就能放下。啊，对生命，当然还有身外的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通通能够放下。所以尽情攀得抛得，攀就是舍弃，抛就是抛弃啊，连这个生命都在所不惜，还有什么值得我们贪念的？什么都能够舍啊，没有不能舍的啊，因为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说舍，实际上也无可舍啊。为什么呢？梦境中舍，你梦里头舍钱舍财，你就真的舍吗？没有，是一场梦嘛。啊，
本来就是一场空。所以真的要把钱财性命都舍出去，也面不改色心不跳，没问题呀。那这里讲舍弃生命，不是说就去自杀啊，什么都不要了，什么都不管了啊，就了断了，不是这个意思，是叫你心不执着它了，有和没有都无所谓，这就是不执着。那现在有，有不妨留着，留着来干什么呢？利益众生，自己也能借假修真。这个生命是假的啊，那我们修真的，真的是什么？佛果菩提啊，求生净土，这是真的啊。这个娑婆世界一切都是假的，都是梦幻啊。在这个梦幻境界当中，我们呢努力的修真，往生净土是真了一半，还没有全真。相对娑婆世界，这是真的，娑婆是假的。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你就知道连极乐世界也是梦幻。也是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啊！因为你还没有转世成智，所以有事，事就变现出极乐啊！世田当中呢，有佛种子，这个佛种子起现行。与阿弥陀佛的愿力感应道教，所以变现出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你在这样的一正庄严之中修什么呢？继续修看破放下看破一切的沉静，皆是虚妄放下幻象，你见到了自己的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就是法身见到法身佛，这就是真正的圆满了。所以在现在呢，最要紧的把身见放下。这个身见大乘菩萨了知它就是梦幻，所以放下的彻底真的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全是梦。这种关照智慧，那比声闻更高更圆满声闻还要用意识用思维去推理这我是四大五蕴假合而成，既然是假合而成，
当然他的性空，这样子推理。而大乘菩萨直接就知道了，这就是梦，当然是空。不仅身是空的，一切的有情无情众生都是空，娑婆世界就是空，所以尽情的舍弃，厌离娑婆，就是指能放得下这个梦幻境界，梦幻娑婆，心求净土。这都是修道的非常要紧的观念，我们要常做如是观。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